欢咯。这边是大牌，那水应该没进来。看到一些鱼在游，很远啊！满潮才有机会啊！现在差不多距离满潮还有12:50，12:50满潮嘛，所以现在差不多一半而已。龙港国小，我看一下，那种运动会，对面是火力发电厂。车开得进去，哇塞！母亲呢？钓友其实大家都很客气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都是石炉啊！哇！有进步哦，
啊、大哥要钓啥？啊？你今日要钓啥？二三。哦。一样找到后壁去。哦，这下袂济啊。会不会啊？你看了？它其实这种的也算是还算比较干净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个很干净。快还好了。是哦，好跳！今天有一次那个钓竿被拉下去，我走下去，你还走下去捡哦？到这里捡了，不到大概四五米的地方了。是哦。那个鱼要放龙钓钓过来的，我不出来就死掉。阿伯在家里，无啦，哈哈哈。哦，真的啦，看个臭老尔，好无？你还知安尼讲对不对？六七个了，安尼你电话我叫大哥正常啊，哈哈。大概都吃半目了。哎呀，大只哪有那么沙、啊？那么沙早就被钓光了。然后嘞？哎，信头有一挂像豆啊嘞。有哦。嘿呀、啊，哎，浮标往上的呢？有型哦。那去火力那边比较多了、啊。对哦。好哟。机会大，大会啊！要不叫我看去？可以看一届啊！哦，看一届都爽的，爽啊！机会未歹，哎呀，机会未歹，未歹，对啊。八个。
他。好笑。哎，钓到啊！豆豆。哎呀，原来是豆豆，小豆豆了。哈哈，他吃这个太扯了，哎呀，哎，我高兴了。不过这个也不错啦。可以啊，啊，钓了，钓了。啊，跟你讲，莫开讲。好，有小讯号，我们受伤了。哦哟，大水哦，大雾，不是啊，大流有大雾，哎、欸、呀，吃土鸡哎，吃土鸡哦，那个脑袋怪怪的、哦，嗯。哦，差不多了，二八。二八好啊，嗯。哥，啊！这是茶皮了，哎呦，我想茶壳。大山买茶竹啊，可能茶青。哦。哎，我这个烧的，我拢绿青啊。是哦。你嘛来来，给我绿茶树头啊。这个茶花皮啊，啊老多好的茶。哦。哦。啊。创下你讲。什么大尾？我来创下你讲啊，你都是没钓的。即我捌只捡，买三千块，往那冰船呢，冰箱拍个旧年货个，厉害安尼。我捡两年，我暗时要来。是哦。你下昼我查咯，有时经常少看，你看，即着看，唔是，我捡两袋拢啊。是哦。唔是讲啊，一份来插到我，大尾只鸟。嘿。啊，迄有时买，经常哦。是哦。卖好个，冰箱空啊嘞，我冰个六个。哎呦，我旧年五月，哎，真旧年着五月，啊。两点外钟，是哦。这条钓，嘿。啊，你这个就高高，是哦。哎，贝啊，贝啊。这五百老鼠啦，这个有滴。无啦，什么老鼠？什么老鼠？对啦，发些债券，这样子弄下来。对，弄下来啦，安尼就袂歹。对啦。Thank you.
在丽水渔港这边。今天的钓竿就撸上了，刚刚遇到一些钓友了，跟他们聊一下。好了，有机会在这边钓吧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